请嚟嘅系阿 Jam 邓紫棋。嗨，你好。喂，咁啱啱喺美国嗰度又翻咗嚟香港啦。系啊。咁去筹备你嘅新嘅大碟系咪先？系啊系啊，同埋今次去美国比以前做多咗嘅就系拍咗两个 MV 咯。吓系带队 crew 过去嗰啲定系咩啊？唔系带队 crew， 系同嗰边荷里活嘅 crew 去合作。哇，芬兰嘅导演。哇，国际级嗰啲嘢喎，呢单嘢系咁第一次同因为歌就即系都同好多外国嘅朋友合作过噶啦、啊，其实即系无论系 backup 啊，或者系其实你监制都系外国人啦、啊。咁、但系拍 MV 系咪第一次同外国嘅单位合作？系啊，系啊，系啊 ，dancer 啦，crew 啦，成队 production crew 啦、okay. ，filming crew 啦，全部都系。都系嗰边噶咯，哇咁好劲啊！佢哋好讲嚟听下点劲呢单嘢。连你知道，通常咧，如果你拍 MV 咧，大家准备啲外卖食物咧，好难食嘅。佢哋拍过唔知道、啊。佢哋连佢哋连外卖都超好食咯。哦，虽然有少离题，但系。但系真系超级，即系每一个细节都好好啊！系即系真系用去拍电影嗰种嘅 set up 去到做噶咯，嗰单。佢哋即系。那個我唔知道真係佢哋嗰拍电影嘅 scale 系咩、但对我嚟讲已经好庞大㗎啦今次。係 ,ok, 咁但係当然除咗啲食物方面系好 professional 之外啦。咁但係佢哋譬如讲 MV 嗰啲内容就未讲得住㗎啦我知道。未讲。咁但係譬如系佢哋拍嘢嘅时候你仲睇到同香港乜分别啦即係个 MV。好唔同㗎佢哋譬如佢哋即係我哋香港拍 MV 或者喺其他地方、譬如喺台湾拍 MV 咁计啦。我唔知系咪东方人比较对时间咧冇咁敏感嘅、一定迟嘅、每次嗰个 run down 咧，一定跟唔到嘅。咁然后可能预咗两点至三点啦，拍呢个 shot， 最尾可能三点半先拍完呢个 shot， 咁下一个 shot 就褪咗半个钟，然后又跟住到第二个 shot 拍完就褪咗一个钟啦，跟住最尾成日可能你 end up 要褪两三个钟，已经系少噶啦。但系嗰度咧。佢哋嗰个 run down 同最尾做出嚟嘅嘢系一模一样时间嘅咯，竟然可以。跟住我就会觉得哇，咁即系超级有 planning 咯，每一件事都系 plan 得好 details 嘅咯。然后可能每一个细节上面嘅人咧，佢哋系好，佢哋本身已经系嗰个好有活力咁样。我唔识点样形容，即系好有冲劲啦。每一个细节上面嘅人都系好有冲劲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喺每一个部分你都唔使担心咯。然后呢佢哋去睇譬如帮我查指甲油嘅嗰位小姐啦。咁佢会问我你拍 MV 嗰首歌系点样呢咁佢听嘅嘢系好唔同嘅佢会突然间同我讲去到一个位佢会突然间同我讲喂呢度个 harmony 好好听咁样。但我从来冇喺香港任何帮我收甲嘅人士口中听到佢话喂呢个 harmony 好好听咯。咁所以你会发现佢哋每一个就算佢哋做緊嘅嘢同音乐可能冇关。但系佢哋系好了解音乐㗎囉。佢哋喺得佢哋帮得你去拍呢个 MV 嘅时候佢哋其实系好了解音乐囉每一个人都。ok, 咁佢会帮你衬埋色㗎即系我觉得呢首歌应该系绿色㗎即系。我哋个 MV, 我哋有查指甲油嘅嗰个 MV 呢系黑白嘅。sorry, 你查咩色落去呢一样。咁样嘅。但系你画嘅嘢唔同囉。ok, 喂咁但系即系你喺即系去美国拍就见到即系人哋有呢样嘢系好嘅地方可以再变返带返嚟香港啦。係啊好。即系我觉得咪譬如 dancer 咁计啦。嘩我觉得佢哋係即係譬如有時我喺香港拍過幾次跳舞啦嘅歌曲啦咁然後如果styling 嘅嗰位小姐佢想我著得靚啲或者著高踭鞋會總之令到我成個人收長啲啦咁但係我一著高踭鞋我就跳得冇咁好㗎喇喎咁喺香港嘅做法呢通常我哋就會唔緊要啦鏡頭走啦但係嗰邊嘅 dancer 呢我都未出聲我都唔使自己去揮霍唔得喎如果我穿咗高踭鞋我跳得冇咁好佢哋已经先出咗声佢哋就会帮我同 styling 嗰位小姐讲如果佢穿咗呢个嘢睇落高咗两 cm, 但係佢跳得冇咁好呢我哋觉得唔好我哋好想確保佢个 performance 係最好㗎囉。即係呢个唔係 dancer 嘅责任嚟㗎嘛其实。
但系佢哋会好主动咁做埋呢样嘢，因为佢哋睇嗰个大嘅 picture 咧，佢哋系睇得好，即系佢哋睇得好远嘅，佢哋唔系净系睇哇你靓唔靓啊成啊，佢哋系好想成个 MV 出到嚟个表演系好 impressive 嘅，即系佢哋嘅佢哋嗰个处事嘅模式系同我见过嘅好唔一样咯。OK， 哇，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系譬如导演啊或者成个 MV 佢哋嚟紧即系嚟紧会睇到噶啦，咁、就系嗰个 concept 啊等等嗰啲会唔会同香港度嘅时候嗰个结构或者个过程系好唔同噶都？其实都好唔一样嘅，因为首先我呢两个 MV， 我喺美国拍呢两个 MV、开会嘅次数应该多过我以往加埋啲 MV， 系、哦、开好多次会咯，系啊，咁同埋。佢哋每一样嘢呢，即係佢哋有一份好详细，每一个镜头啊、每一套服装啊，每一个scene佢哋想点样拍、有一个超级极度详细劲多版嘅 proposal 咯、即係係呀係呀，所以我睇到时候我觉得好放心囉。咁、那個 proposal 嘅意思即係嗱，譬如你話有分鏡有成咁喺曬度啦，咁 proposal 仲要 propose 啲乜嘢俾你？例如佢就話嗱，呢一個 shot 咧，我就想喺點樣點樣嘅場景，佢哋就實景揾到啲影咗啲相翻嚟啦。reference 俾你，然後佢哋就會話咁咧，衫嗰方面咧就想點點點點整，就好 details 咁話曬俾 Salis 知要點樣嘅衫，即係唔會就咁話嗱，我想飄啲嘅，你去整條飄啲嘅嘢翻嚟啦，咁好模棱兩可噶嘛。哦，係佢會揾曬好多 reference， 然後係即係佢好自由咁俾 Salis 去設計啦，但係同時佢亦都有好多好多佢哋心入邊想要嘅嘢，佢好清楚咁可以話到俾大家知咯。係啊，即係我覺得每一樣嘢實在係做得太仔細咯，超仔細啊！佢嗰個嗱，你睇佢哋就係啦，咁嘅一件事啦。咁但係佢哋多唔多同係香港或者係唔係美國嘅歌手去到合作做呢啲音樂上面嘅 project？ 我聽講佢哋大部分都唔係成日同亞洲嘅歌手合作，係咁變咗佢，你會唔會都問？其實你覺得即係呢啲歌，即係雖然呢啲歌就唔係好即係 candle pop 嗰種嘅 structure 去做啦，咁、但係你有冇問啊？其實個感覺佢哋有嘅。我有問過其中一個我其中一首歌咧、有一個好靚仔嘅 model 嚟嘅 actor 嚟嘅，佢係。系啦，咁我哋就有同佢做一个 behind the scene， 咁就有问你觉得阿 Jam 嘅歌同你平时听开嗰啲歌有咩唔同？跟住佢就话佢觉得好 dramatic 咯，我嘅歌，跟住会好有画面咯。佢听唔明我唱咩嘅，但系嗰首歌会俾到曲或者你个 vocal 系啦，会俾到一个好大概嘅画面佢咯，佢会感受到咯。OK， 系啊，咁就等佢自己可以投入到啦，即系同埋佢用 dramatic 嚟形容咯，系啊。是因为咩？因为我觉得可能唔系，因为我觉得可能依家美国上面好流行嘅，通常都系嗰啲咁样嗰啲咧，嗰啲 dance beat 系啦，咁系啦，会好可能佢咁讲啊吓，佢话佢听得太多呢啲嘢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开始有好多嘢都系 overproduced 咯。系咁，可能当我嘅歌唔系咁样嘅时候，即系虽然可能其实成个香港都好少好 upbeat 嘅。跳舞嘅歌噶啦，所以可能其实是那首听到都觉得好唔同嘅，但系我意思系佢会即系佢系咁样形容咯。OK， 喂，咁你讲咗系喺美国拍摄等等嗰啲，即系你欣赏人哋做嘢嘅方法嘅嘢啦。咁、香港有咩值得你？即系有冇都觉得其实香港都有佢优胜嘅地方？嗱，香港优胜嘅地方就系大家沟通得好冇阻隔啊，好容易。即系去到嗰度咧，因为大家嗰、那个文化背景、或者大家熟悉嗰样嘢好唔一样，咁所以可能譬如化妆上面咧，我有时想同佢讲嗱，我想咁，我讲唔到俾佢听，我讲唔到俾佢听咯，我要形容好耐先至可以讲咗俾佢听，但系一旦佢哋真系 get 到你讲咩咧，佢哋就好容易可以做到，而且做得好靓。但系可能你花嘅时间去沟通要好耐咯。O、okay, K， 即系冇乜，即系香港就最好有 common background， 大家系啦。咁我一可能就咁指住嗰样嘢，佢已经明白哦，我知啦，咁。咁但系去到嗰度，你可能直头形容晒俾听，佢都会觉得噏乜啊，有咩问题啊咁样。即系大家可能睇嘅嘢，其实平时太唔一样咯。曾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看日出的心动，曾每日前一起傻傻讲起，人爱到。世纪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炒身退忍不住亲人独自苦等仍然空等难从对人看着电话中短信听着录音的口上
昨天 baby 那天再次接近。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星星都不可细数。苏同嘅 Jam， someday I'll fly。嗱，之前咧，阿 Jam 去亲美国咧，就会系录好多歌翻嚟咁样嘅，系啦。咁今次香港有六歌啦，譬如你而家最新派台歌手someday I'll fly 啦，咁已经喺香港做噶啦，其实。咁今次去美国就系拍咗两个 MV， 咁另外仲做咗啲咩啊？拍咗两个 MV 同埋六歌咯，冇噶啦，就我喺美国嗰度，我谂我做嘢做咗大概10日至11日咁啦，系啦 ，OK。咁系好我自己觉得有啲辛苦嘅，好大压力嘅，但系压力来自嗰度嘅人实在太好啦，我会惊自己唔够好咯，咁但系都系 push 自己进步一个方法嚟嘅，系啊，但系咧真系好搞笑，我一拍完最后一个 shot，我直头成个系劲开心，开始系咁讲嘢啦，同埋周围走啦，但系之前唔系噶。OK， 咁歌方面咧，录歌嘅时候咧，你上次之前试过噶啦。录歌今次有同另外两位新嘅和音去合作啦。咁即系我又会有少少有压力，因为今次直头我同佢哋一齐入去唱嘅。之前嗰两次咧，我系坐喺出边睇，系啦。咁佢哋录完之后，我 separately 录嘅。咁但系今次我就入去同佢哋一齐唱。哇！跟住我劲惊，我心谂哇呢两个咁劲，跟住我企喺度又矮过人啦，即系我觉得个气势已经弱咗啦，已经同埋我录音嗰阵个样系好低能嘅，就好似12岁咁嘅。我唔知点解我去到美国个个问我几多岁咯，我两个 dancer 问我你几多岁，我话20，佢话你似16啊，跟住阿 Ten 咧就话啦，你咪太过有礼貌啊，其实你咪想话佢似12啊。跟住我喺美国翻嚟香港嘅时候咧，过关嗰位警察哥哥咧，又喺度话：请问你几岁？我话20。佢话：20？你唔似喎。冇噶，其实我个人分唔到亚洲人嘅年纪嘅，不嬲都系啦。咁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本身已经觉得我同佢哋两个和音一齐企埋咧，我嘅气势已经输晒嘅咧。跟住我又要真系觉得，即系我觉得佢哋真系做得好好嘅，而且好快啊！佢哋做嗰样嘢已经非常之熟咁样啦。咁所以我又会惊我自己可能做得唔够好咯，我会惊我拖慢咗佢哋录音， okay。 可能我会惊如果佢哋平时录呢样嘢半个钟加埋我入去一齐录，可能录咗一个钟咁样，即系我会惊呢样嘢咯。但系
但系其实一入到去试咗一两次，因为佢哋实在系太好，嗯，咁所以好容易就可以将我 lift up 咯。嗯 ，OK， 咁就好快就到咗个状态啦。系啊 ，OK， 喂，咁嗱，讲翻你而家喺香港做嗰首歌先，嗯，系啦 ，Someday I'll Fly， 咁就而家有个新嘅形象咁样啦，见到佢今日都仲系铲咗呢个左边头嘅嗰扎头，我谂应该冇咁快可以铲咗两个礼拜之后就变翻好似以前咁长噶嘛，咁梗系依家仲系你个发型系有排搞落俾你听，当佢慢慢有一寸嗰啲咁嘅时候咧，你都唔知嗰一寸头发点搞佢好嗰阵时你就唔知啊，大家发到时自己谂啦。喂，点先呢一首歌介绍下先啦 ，Someday I'll Fly。Someday I'll Fly 呢首歌其实系我六月呢一只专辑嘅一个，我觉得好大概嘅一个介绍啊。嗯，因为我六月呢一只碟咧，同以往嘅专辑唔同嘅嗰样嘢，就系以前我比较多分享紧一啲我自己好中意嘅音乐类型。然后可能间唔中我会有啲歌系我自己嘅亲身经历，我会写咗落去。但系我个感觉系咧。我以前都仲系一张比较洁净嘅白纸嚟嘅，都系好少真系经历过啲乜嘢咯，冇乜好深刻嘅经历咯。咁，但系今次呢一只碟咧，我觉得好唔同嘅就，我觉得我将我成个生命嘅过程喺度好真实咁样反映紧出嚟。咁，然后我喺因为我已经成一年八个月冇出碟啦，咁，其实呢段时间入边我自己经历咗好多好多嘢，我会有好多好大压力，或者我好辛苦，或者唔识点样去谂得通嘅。有好多嘢其实唔系 physically 发生紧啲咩问题，而系自己个心入边过唔到某一啲位，咁样啦。咁然后我就会觉得好似好多好纠结嘅事发生咁样，咁我就会越嚟越觉得好大压力啊，好想抌低晒所有嘢。咁然后好多方面都有问题过，咁然后我有每一个方面我就会写咗一首歌啊咁样。咁 Someday I'll Fly 呢首歌就系已经去到我写完晒，我谂五六首歌我先至写呢一首嘅。因为去到嗰阵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每一方面都有问题，每一方面我都觉得好似有好多嘢谂唔通啊，行唔到向前啊。咁我觉得真系好烦咯。我嗰一刻个感觉系咧。喂，如果人生我每一日都有唔同九万几件事要去搞掂，我真係觉得好冇动力囉。我都唔知搞到几时我先可以开开心心冇压力咁样。即係会有个好冇动力嘅，唔知去到几时先至终结囉呢样嘢。係。但係你讲緊呢一大扎你遇到嘅所有嘅纠结嘅情绪係喺呢一年零八个月入面发生嘅事情嚟嘅，定係累积咗你以前咁多人生嘅经验。一年零八个月啦。哇。係啊。好多。即系我觉得可能系咁，你系因为遇到呢啲情绪，所以就摆咗一年零八个月到而家就先再有。咁又唔系嘅，因为我上年成年喺度做紧红馆演唱会啊嘛，其实好多嘢好自然咁发生嘅。例如，如果我唔系去完即系做完红馆呢个演唱会，然后我突然间觉得，我以为自己红馆做得好好，但系我睇完个 DVD 之后，我发现其实唔系我想象中咁好咁完美嘅，我都会觉得点解我呢度可以唱错歌词噶？点解我呢度讲嘢讲咁耐啊？黐线嘅咁样，跟住我又觉得，哇！点解我呢度突然间好似冇食饭咁？隔篱 dancer 几用力咁，即系我见到好多细节嘅嘢系我做紧嗰样嘢好 enjoy 嘅时候，我睇唔到嘅。系。咁然后我就因为我个人好崇尚完美嘅，咁我见到我自己有啲嘢，我好后悔我嗰阵冇做到最好嘅时候咧，我就会好唔舒服啦。咁我有个咁嘅感受啦。系。然后譬如可能我上年三月嘅时候，我婆婆又过咗身啦。呢，个又系改变咗我对死亡好大好大嘅一个睇法，改变晒嘅。咁即系会有好多好多嗱，譬如上年又整咗单我自己十五岁嘅时候个 blog 俾人攞系啦爆咗出嚟啦。即系好多好多嘢我要去面对，有好多好多嘢带俾我好多嘅压力咯，系啊。OK， 咁系而家 handle 晒噶啦，定系学习过程当中？学习过程当中，但系我觉得其实呢一啲嘢一路改变紧我好多唔同嘅睇法，令到我又比起上年成长咗好多咯。系啊，咁可能其实呢啲嘢，即系我觉得每个人咧一个真实嘅生命咧，佢去到唔同嘅阶段，一定会有唔同嘅问题嘅。即系你永远都唔好指意你搞掂完呢个问题之后冇下一个问题。咁，但系我觉得呢啲问题一路俾你好多改变你自己睇法嘅机会咯。当你改变咗你自己嘅嗰个睇法，然后你揾到一个合适嘅路继续去行嘅时候，可能啲问题都继续会一路出现，但系你会舒服好多咯。风吹几多春秋，堆积几多沙油，吹拂几多当初，最疑似相守。
心中几多挣扎，抑郁几多伤口，终于一天都需要有个出口，一刻勇于心头，很想抽身抢走，谁人能明白。尽力不想心够，十二万元因由，可否等到一天，某某会拯救？很想抛开所有，很想抽身出走，谁人？之前好多歌其实都有 deal with 一啲你面对緊可能传媒啊、嗯、可能係评语啊，其实你都有 deal with 呢啲题材嘅歌係之前寫过㗎啦嘛。咁、啊、但係今次讲緊嘅你遇到嘅困难就唔係嗰方面嘅嘢啦已经。因为今次呢我觉得比较内心、嗯、比较我唔知点样讲比较 subconscious 嘅我觉得。好、嗯多嘢係喺你个脑入面喺你个心入面发生㗎。係、嗯、啊会有好多譬如嗰期啦，我有一期行过喺 New York， 我嗰阵系因为好大压力，我觉得我喺香港好似俾人 trap 住咗，咁我所以我一定要逃离啦，所以我突然间走去买咗张机票去咗 New York 啦，跟、嗯、住买完机票先同我公司讲我买咗机票啦，咁、嗯、样嗰啲咧，咁跟住去到 New York 啦，我一个人嗰阵我记得系 Independent。佢哋国庆系啦系啦，国庆讲唔到添，突然间我脑闭塞咗，系啦佢哋国庆啦，咁我自己就喺。条街度行、哦，咁我见到、嗯、一个人嘅时候最容易可以谂嘢啦，系咪？我见到有好多嗰啲波波咧，细个你会吹嗰啲咧，咁咪喺咪闪下闪下嘅阳光，令到佢咪彩色嘅。
以前细个我觉得呢啲波波好靓噶，我自己好中意落去公园嗰度睇啲人吹波波，或者我自己买嗰啲嘢吹波波咁样啦。嗯。但系我嗰下望住啲波波，我觉得好伤心咯，因为我突然间觉得点解啲波波喺阳光下系彩色嘅咧？因为阳光俾令到佢系先好似好美丽，但系呢啲虽然系彩色嘅，但系你试下一搵只手过去笃下佢，佢就爆啦。咁我突然间会有一个感觉，觉得呢、這个就好似你俾人呃咁咯。嗯，你嘅嗰、那个方言系好靓嘅，但系呢样嘢一笃爆嘅时候，你即刻乜都冇晒嘅，所有嘢都系破灭嘅。咁我就会有一个好伤心嘅感觉，即系我突然间会喺度觉得。你如果唔系经历紧某一啲嘢，你唔会有个咁嘅感觉咯。嗯、以前细个你睇好多嘢都系好单纯、好美丽嘅，但系去到某一啲时候，当你经历紧某一啲压力、某一啲问题嘅时候咧，你睇翻同一样嘢本身，你觉得好靓，但系嗰刻你觉得好忧伤咯，会。嗯，哇，咁哇好 dark 喎，你嗰阵好多系啊，好多嘢，其实好多嘢未必一定系即系唔系你撞车或者唔系你生 cancer， 唔系嗰啲大事嚟嘅、嗯，但系有好多嘢慢慢喺你个心入边。积压咗一啲尘埃嘅时候咧，你睇翻同一件事，你就会灰晒咯、嗯。然后我觉得全部嗰啲 struggling 都系喺个心入边，喺个脑入边发生噶咯。O K， 哇，咁你而家揾得翻靓嘅嘢未啊？依家睇法又好唔同啊！我譬如我嗰阵其实咧，我觉得我自己嘅生命好似一张白纸咁啦。然后我唔小心咁样接巢咗自己张纸，或者唔小心。画花咗，或者人哋画咗啲嘢落嚟，搵、嗯、人哋揸巢咗我张纸咁样啦，我就会觉得好唔舒服，因为我觉得我原本系好靓噶嗰个生命，点解会有咁多污点，会有咁多嗰啲折痕喺度咧咁样？但系咧，当慢慢呢啲污点一路喺度，一路慢慢有好多唔同嘅嘢出现，令到你必须要去面对呢一啲错误嘅嘢嘅时候咧，你就突然间发现，原来咧一个生命咧。你有呢一啲錯誤，有呢啲污點嘅時候，先至變得豐富咯。即係我嗰下突然間會覺得陽光係白色，唔係因為佢係空白，而係因為陽光包含咗所有顏色。咁、嗯、我嗰下就會突然間揾到個出路啦，因為我一路接受唔到自己有咁多做錯過，或者自己有咁多被傷害過嘅嘢、嗯。但係我突然間覺得，我真係好感謝呢一啲嘢出現。如果唔係呢啲嘢出現咧，我依家個生命就唔係咁特別咯。OK。而呢样嘢就系、是，即系你呢啲经历，其实你都觉得系听你歌嘅人系可以从中得到一啲嘅力量或者系共鸣嘅。我自己其实好想咧，因为有好多人咧，譬如我自己细个都系咁觉得嘅。我觉得啲明星喺台上面又攞奖，又咁大个靓样喺个广告上面嘅巴士走嚟走去咁样，咁我觉得。哇！佢哋个生活实系好靓、好华丽嘅，咁但系我好想话俾大家听，就系你哋唔好以为镜头前面嘅 Jam 系好开心，好多嘢讲、嗯，因为一个真实嘅生命，如果你有开心嘅部分，你都一定系会有阴暗嗰一面嘅。咁、嗯、所以我好想话俾大家听，究竟我自己系遇紧啲乜嘢问题咯、嗯，然后。我觉得呢一只碟记录咗我成个跌低又企翻起身，又跌低又企起身，又跌低又企起身，好多好多呢啲跌跌碰碰啊，好辛苦嘅一啲过程、啊嗯、然后大家系真系见到我点样跌低，然后点样企翻起身咯、啊。我好想将呢个过程话俾我嘅 fans 听，令到佢哋可以即系唔好觉得自己孤单咯、啊。喺佢哋遇到问题嘅时候，因为我都系咁样，你哋眼中觉得好开心嘅嗰个 Jam 都系咁样行噶咯。嗯 ，OK， 咁啊，嗱，头先你话因为屌喺六月出啦，咁就系你用咗成个创作过程，呢、一首歌就系差唔多临近尾声嘅时候，心情 apply 嘅时候写嘅，所以就比较系有希望啲啊。唔系呢首歌，其实我分咗两个阶段写嘅，系我。写紧头嗰五六首歌，我自己好鬼多问题，点跟住我发现，喂，我每首歌都讲紧唔同嘅问题，即系我有冇咁多问题啊？即系我就觉得我人生好灰啦，咁我嗰阵就写头呢首歌嘅头一半，所以你见到呢首歌头一半其实系都系好 dark 噶，都会觉得你好想即系好消极，好想将所有嘢掉开咯，你好想等人，即系你好想唔再处理自己嘅嘢啦，唔该有边个可以嚟帮我就帮啦，咁样系好消极嘅，咁但系。呢首歌其实我听个 demo 嘅时候咧，佢后边系超有希望噶嘛，咁我嗰阵就停咗喺嗰度，喂大佬，我依家一啲希望都冇，你叫我写个咁嘅 bridge 咁嘅 chorus out chorus， 我写唔到俾你，咁我就停咗喺度，我冇再点首歌，我真系搞唔掂。咁但系到我一路继续
去面对所有嘢，继续去成长嘅时候咧，去到某一个点啊，嗯，某一个转捩点，等我嗰、那个想法、那个睇法完全唔同咗嘅时候咧，揾到个出路嘅时候咧，我再去接触翻呢首歌，突然间所有嘢就变得好感动咯。突然间会望住我以前嗰啲痛啊、嗰啲伤口嘅时候，我觉得。我真係好多謝你哋喺度，如果你哋唔喺度，我真係唔會咁覺得生命係咁美好囉。OK， 係我只會覺得我嘅生命好平凡囉，冇乜大小小嘅起跌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嗰一刻，我突然間覺得好感動，所以我就寫到後面嘅後半部嘅歌詞。係啊，但你講嗰個轉捩點係一個人一句說話，係瞓咗一覺。我覺得其中一個好唔同嘅轉捩點咧，就係咧。嗰陣我唔知聽，我唔記得咗喺邊度啦。但我聽到就有人喺度講聖經個故事，就喺度話咩神喺度伊甸園啊，就擺咗阿當同夏娃喺入邊啦，就好開心咁樣啦。咁呢個故事其實我少得聽到依家噶啦。咁、嗯、但係我突然間嗰下就喺度諗，係、哦、神啊，連伊甸園咁靚一個地方，阿當同夏娃係佢第一對創造出嚟嘅人。佢都容許佢哋有自由意志，容許佢哋去犯錯，容許佢哋去跌倒，而唔係、嗯、如果你諗下，如果神唔俾自由意志，佢幾美好件事、嗯、會極度雪白啦，冇罪先啦，係咪？但係神俾機會佢哋去犯錯，因為神知道真正嘅純潔唔係你去阻止佢犯錯嘅機會，等佢純白，而係你就算俾佢揀，佢都選擇去純潔，呢、嗯、個先至係真正嘅純潔啊嘛。咁、嗯、我突然間就覺得我。如果唔系真系经历过我之前所有嗰啲伤害嘅时候，我唔会咁即系你冇经历过混浊，你唔会咁珍惜纯白咯。嗯、所以我突然间会觉得，原来我生命真系开始苏醒，真系开始踏入纯白，真系开始踏入我自己觉得好靓、好清洁嘅嗰一个 moment。原来就系当我经历过所有悲伤之后咯。
音乐，苏动嘅 jam， someday I'll fly。呢首歌系几 powerful 嘅。即係我形容嗰件事係幾 powerful， 即係你去到臨尾你嗰啲力度咧，係個 develop 係 develop 得好好嘅一首歌嚟。多謝，係啊。其實今次呢一首歌我自己冇喺即係編曲啊，或者你有見到我之前譬如 All About You 咧，我會有好多 produce 咗嘅聲嘅。係。咁然後想講你知啊嗰啲啊。或者 Ivy 你見到我編曲上面嗰啲聲咧，係好特別嘅，做到會好多合成過嘅聲，然後好多即係好多好靚砌出嚟好靚嘅嘢咯，聽落係會好好聽，好豐富嘅。咁但係呢一隻歌好唔同嘅地方就係咧，成首歌由頭到尾非常之 raw 咯，非常之 organic 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隻歌就係我最想表達嘅，唔係我音樂上面可以做到啲乜嘢，我哋編曲上面可以做到有幾花巧，做到有幾好聽，或者我可以唱到有幾 powerful 啊，我可以點樣去表達我自己，即係表現我自己唱歌嘅嗰個能力，完全唔係呢樣嘢啦。因為呢一隻歌，我寫呢一隻歌嘅時候，就已經係我好想去分享我成個生命嘅過程嘅嗰個時候，所以我好想帶出嘅係嗰個訊息咯，我好想帶出我成隻碟想去分享嘅嗰個訊息咯。而我覺得我嚟緊呢隻碟咧，其實係唔可以拆開一隻歌咁樣聽嘅，因為如果你拆開嚟聽，你實會覺得我隻碟做咩咁昏暗㗎，咁樣嘅。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由頭到尾去聽，你就會見到我係點樣跌低，但係我最尾點樣可以繼續行咯，係啊，所以我覺得係成隻碟好完整咁，好想去分享我嗰個一啲啟發咯，係我成長路上嘅一啲啟發咯。OK， 嗱，歌名叫做《Someday I'll Fly》啦，咁但係你一路飛咁，總有一個嘅目的地啊。咁因為可能譬如旁人睇可能覺得其實都幾快啊，即係你一出道好好啦，咁然之後大家覺得你唱功又好啦，啲歌又受歡迎啦，入到屋啦，咁然之後就紅館又開咗 Part One 同 Part Two 啦，咁樣咁其實好多人雖然你中間大家見到有唔同嘅可能有新聞有成咁樣，但係喂 so far 都好鬼死順嘅，而可能有啲人喂終身我目標就希望喺紅館度做一個 show 嘅，咁你都中牌啦咁。咁而家你嗰個嘅目的地阿 Jam 會係乜嘢咧？你而家呢個 stage of life？我覺得其實紅館呢樣嘢咧，令到我好轉變咗好多嘅，都係因為我以前真係會覺得，嗱雖然我唔係一路將紅館擺做係我人生最後嘅嗰個目標，我唔係咁樣，因為我以前就一路覺得只要有觀眾去聽我唱歌，無論我喺邊度唱，我都好開心嘅，我唔一定要喺紅館嘅。咁但係當我真係知道我自己可以開紅館嘅時候，我梗係好開心咯，梗係將呢樣嘢睇到好大啦，係咪？但系一完咗红馆嘅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喂，我依家先至20岁，咁我完成咗呢样嘢之后，你揾下一个目标，我一定要做得再好过红馆呢样嘢，跟住我就觉得好庞大咯，嗰个压力。如果跟住后屘，但系后屘啊，再成长啲之后啦，我发现你永远唔可以将你嘅目标或者你嘅嗰个安全感或者你嘅嗰个喜乐建筑喺环境上面，因为如果你意图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环境上面拿到一些满足的话，是你是注定会失望的，因为你拿到一样东西之后，你就更加想要另外一样东西，是 不会可以 work 到的。但是那个 main point 是你怎样可以找到你自己生命的意义咯。如果你的意义是摆在譬如很大的一件事，我做了什么 project， 我成就了什么，我就觉得我人生很有意义，那一旦你成就了那件事之后，你打后的70年就没晒意义，是不是先？但是那一刻我突然发觉神，其实因为我的信仰啦，我觉得帮了我很多很多，我就觉得神为什么给这么多的能力我，给这么多的好的人在我身边，一路令到我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他不是为了只是喂我好锡你啊，所以我俾你唱歌啦，你知唱歌俾唱歌，唔系净系咁噶，因为我觉得佢俾我经历咁多伤痛都系有原因嘅，佢俾我经历开心嘅嘢系因为佢锡我，但系佢俾我经历伤痛嘅嘢系因为我经历过呢啲伤痛嘅嘢嘅时候，我就可以知道点样去安慰
经历过呢啲嘢嘅人咯。OK， 咁我突然间就觉得，原来我做歌手嘅呢一个目标，我唔系要去开到乜嘢嘅音乐会，开到乜嘢演唱会，我唔系要卖几多只碟，因为呢啲嘢一旦你 achieve 咗之后，你又会有另一个目标，佢系无止境嘅，你系唔会你永远都冇可能可以满足到一个你唔需要再去 demand 嘅一个程度，系冇可能嘅。咁但系我会觉得。原来我做歌手的意义是我真的要用我的音乐去影响人家咯。那我那一下突然间想起我以前呢小个读书的时候我自己有喜欢的 idol， 但我从来不会追他们的。不会出 function 啊，不会点。我连买碟都甚少，因为以前没什么钱。那我只是会走上网看一下这样的。那但是依家到我自己变成这个会被追捧的那个对象的时候，因为以前小个我觉得人哋我啲 friend 啊，去买演唱会飞成千蚊咁样去睇咧，我觉得佢哋真系好嘥钱嘅。同埋如果我啲 friend 礼拜六日走去追星，我觉得佢真系嘥时间都搵。咁我系超唔认同呢个做法嘅。但系到我依家成为俾人去追捧嘅嗰个对象嘅时候，我就好想唔系嘥紧我 fans 嘅时间咯。我唔系嘥咗佢哋个周六周日走嚟。举住块牌喺度嗌邓紫棋支持我，唔想佢哋净系做呢样嘢，所以我好想我嘅音乐系一路可以俾到好大嘅动力佢哋，令到佢哋面对到佢哋自己生命嘅问题咯。呢、这个就系而家呢个阶段想做到嘅事情啦。系啊。OK， 哇，咁你嗰阵时 show 系咪好 depression？ 少少，唔系，其实好矛盾嘅，因为我觉得好开心嘅，因为我自己摆咗好多努力落去，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嘅，但是你同时又会有一个好大的空虚咯。是的。是的。哦、但是现在好是起码跨过了那一个的位置。是的。氹氹这样。是的。喂，现在 Jam 的新歌就跑上台了 ,Something I'll Fly。那个MV 呢又剃头又剩这样的。嗯。是的。那都是一个突破来的其实。是的。那预计新碟就在6月的时候推出。嗯。OK， 喂，那期待你的新碟，看看你那个的过程经历紧的事情是怎样事。好啊。喂，那多谢你 Jam。多谢晒。多谢你 ,Thank you。拜拜。过一生最美偏偏错过，那个跟他爱过，到最尾竟出了错。痛过几多，爱有过险阻，我爱过的多数最终都会伤我。
走吧。